啊，应付香水那不重要啊，那没有用啊，一点点。啊。嗯。先去看电影，想跟我看电影，那出发吧。哎呀，我去。好好看哦。还跟我看爱情电影啊，拍大头贴，嗯，还跟我拍大头贴啊，哎呀我去，看电影大头贴拍得很好哎，嗯，然后干嘛，嗯，去咖啡厅喝茶，哎，玩游戏要选飞镖，有宾馆券是吧，飞镖是吧，好，我相信你们，不要骗我。已经要去了吗？做那种事情，如果那么做，就跟客人一样，一点不像约会。他想要约会，要去店里了，他要去店里了，怎么办啊？啊？嗯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件事要拜托我，今天可以带我去玩吗？嗯，下班了，射飞镖是吧？看他妹妹和妹妹男朋友的时候，啊，好像认识那个人，其实是第一个指名他的人，然后喜欢他妹妹的是吧？啊，难怪呢。自从某一天他突然不来店里了，所以他就被甩了，回心转意，哎呀，让他打击很大啊，所以不想谈恋爱。跟我谈啊，我们在床上谈，天天谈。一直待在他的身边，只有我一样，那也没关系，今天继续陪他。哟我操，谢谢别离送大饼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操，嗯，哎呀，波多老师啊，哎呀我去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我去啊，要把我盖着，还跟我捉迷藏啊啊，嗯，我去，哎呀呀呀，摸我的头啊，在摸我的头，哎，我是大腿，我黏吗，我去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然后呢，干完了，我操，花老子这么多钱还会来见你们吗？公关小姐解衣的情况，要一直和我在一起哦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
和他去射飞镖，然后可以开房是吧？不过抱过一次，别以为我就属于你哦，有羁绊。可以公关奖品影片 S。